但凡当年林花没有飙出这个高音，曾毅划水大佬的身份都很难被人发现。迎来过年花被传说，百年杜鹃不掉落。2020年，一首《奢香夫人》让腿受伤的曾毅坐着就轻松飙高音。与此同时，所有歌迷恍然大悟，原来曾毅是个划水大佬。第一段我来啊，对，第二段我唱，好，完了副歌我就直接往下唱。哎，别，我觉得副歌这个里面我得来上一点吧。这个来你唱，来我来唱啊，两个来，我就来，完了以后我再往下唱。因为凤凰传奇早期曾毅的词很少，还总是戴着墨镜，以至于好多粉丝都不认识他。不仅出行时被一眼认出的总是林花，曾毅还被当作路人要求帮忙拍照。这不是凤凰传奇吗？是不是 Surprise！ 这是你想说的？哎，水果，过来帮我搞个箱。你没逼住我。哎，这个凤凰。不是，我不是凤凰传奇，不是。哎，来来，看我。直到上综艺翻唱了一首《海底》，泛音说唱让他彻底结束了划水生涯。曾毅用实力证明，你可以摸鱼，但绝不能真的菜。之后的凤凰传奇不仅让林花也体会了一把曾毅的快乐，网友调侃凤凰传奇换主唱之后歌都不好唱了。这不，最近俩人还一起体会到了500的快乐。千万人演唱会起的头就开始听大家合唱，甚至还在台上给粉丝当上了伴舞，粉丝更是整齐划一，像是军训过一样挥舞着荧光棒。得，这回挣钱容易的从一个变成了三个了。我要向前。